他两把刀要从我接在一起，接在一起，然后形成一个九十度，开了那个车要开九十度了，他，你要把脚倒了以后，他靠在一起，他才不会脱手。如果这样你不倒的话，他可能开出来的产品，可能会有毛刺啊，或者是不光滑这些，所以要倒脚，倒脚有可以倒九十度，可以倒四十五度。这样啊，这样。哦，倒脚就不用安装固定，直接这样磨就行了，是吗？这里倒多，这里倒这么一点。等一下，这个是。OK。一般是倒成九十度多还是四十五度多？看你个人的习惯，一般都九十度。倒脚不能倒多，倒大概一个毫米不到这个样子。一个毫米不。